嘉义县中小学运动会日前举行开幕典礼，同时东石国中的 PU 跑道也正建落成了，由馆长王章良剪彩来启用，沙鹿台王章良就来起草，未来将会当提供优质的场所，予选手比赛、学生上课以及社区民众运动来使用。嘉义县中小学运动会日前正式开幕，同时东石国中全新的 PU 跑道也才有这个机会。办理落成典礼，嘉义县长王章良嘛来制造这个新的跑道。哇，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县长王章良讲，每年全民运动会要伫嘉义来举办，嘉义是地主，最近就开始在做准备，主题是发光伫嘉义，希望选手拢会当把奖牌留伫嘉义，为嘉义争光。今天我们县令跟我们的中小学运动会，那今天正式揭幕。那当然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比赛。那明年我们111年，那是我们举办那全国的全民运动会。那我们是地主队，那最近都在做相关的筹备。那我们的主题叫做发光在嘉义，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那可以在嘉义发光，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嘉义的选手也可以在自己的场地那能够尽我所能得到最好的成绩。那最近有很多的筹备，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努力，我们希望在明年的111年的全民运的赛事里面，我们可以拿出最好的精神跟表现让其他县市的人对我们刮目相看。这次嘉义县国中小运动会总共16项比赛项目，比赛会进行到12月底，乡亲朋友若能够比赛现场为选手来加油。记者黄佩嘉义县陈报道。